好啦，又是 Miss Mo 教英文的時間，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adverb 這件事、助動詞就是什麼什麼呢，通常就 ly 尾，就是要來再加強之前那個動詞的狀況的。你要聽這些，哇，教文法好悶，不是，是其實很簡單，中文也有這些的，就是我們作文的時候呢、你要寫一些東西、He said, 他說 happily, 他開心地說 happily, 這樣沒錯了，但這些字 He said sadly, 有些字、他說句說話就很懶悲傷，不是懶的，是悲傷。Happily, sadly, 沒錯，對了，但老師改卷呢，看到這些老生常談的字，即日日都在這裡的，即沒什麼特別感覺的了。他開心地說、我贏了、I won, he said happily, I lost, he said sadly。 老師就不會有特別的對你有的文章呢有印象的。我們用一些學多一些字、expand your vocabulary, boost your vocabulary, expand, E-X-P-A-N-D, expand, 膨脹、擴大你的生字詞彙、boost 也是加重加深、打強心針、boost your vocabulary 就可以用這些字了，讓、老師知道呢你是挺好的用字。 He said firmly， firm 是堅定， firmly 是堅定地、No, we will do it，即有樣嘢本來話唔做嘅，佢就唔係啊，我哋要做啊，咁嚇，即係好堅定地説嘅。Yes, we will fight on， 我哋會一直爭取堅持戰鬥下去。Firmly， 堅定地。He said curtly， curt 就係好骨類脆、好簡短嘅語氣嚇。譬如問你。你喜不喜歡這件事？ No, I don't, he said curtly， 是很簡短 很 dismiss 你的 dismissive tone， 是盡量用短的字不得閒睬你的、something like 你會不會選擇做這件事、或者是那件事呢？ Whatever, he said curtly， he replied curtly、簡短而一種很骨類脆的語氣來的。 He said absently， absent 就是不存在、present absent 這樣、absently 呢就是他都茫然無頭水，傻傻地不知做什麼這樣。你問他喂這件事好還是不好呢，他就隨便這樣答、whatever、He replied absently，他都不是跟我們一起的，當時腦子都不知道去了哪裡的。 Absently， Gingerly， Ginger 你說咦是不是好像薑那吃的薑、不是這個 Gingerly 呢就是、小心翼翼，哇這裡就來跌了，或者針水就來滿了，小心一點小心一點，針到剛剛去哪裡、我倒水倒得 Gingerly， 他呢小心翼翼地答我，即不是很知道、答案的，其實即很 cautious、很小心地、Do you think he's a good guy？ 你想他是不是一個好人來的呢？他又不知道你想怎樣、究竟答是好還是不好呢？他就、答了 I'm not sure， he said， he replied gingerly， 小心翼翼地。還有就是 glumly， glumly字典就會跟你講係好憂鬱啊、悶悶不樂啊咁，但亦都其實更加傳神嘅咧，就係廣東話嗰種揦口揦鼻。佢答我咧，答到揦口揦鼻嘅。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？ 咁去唔去睇電影啊？咁佢就答whatever， 是但啦。He replied glumly， 唔知點解個面口唔係咁好睇嘅啦。嗱，同學記住嚇 ，happily。開心地 ，sadly 就係悲傷地嚇，唔開心嘅 ；firmly 堅定地 ，curtly
簡短，掘類隨地，然後 absently 茫然無水地 ，gingerly 小心翼翼地 ，glumly 揦口揦鼻地，拜拜。